开火了！哦，好嘞。哦，你好会开火，天哪！哇！你好爱的，你怎么会生气？爱的部分要交给他。对对对，哦，一样，要不要放？放，要说停哦。哇，你真的是条目紧短，重办个也。好了，够了。蒜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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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油
我。哦，哎，老婆这个烫，哎，我来。嗯，对，老婆好像也没有讲。老婆真的是你背后成功的一个推手哦。是是是，他刚刚在你做菜的时间，不断在你背后游移来游移去啊。哎，其实这味道已经是很相当了。小青，你好厉害，脸脸好像连那个油会喷。你那个油比白白，你脸就靠过去。没有，他是用那个脸，他那个试那个温度。对，你会掉出来。小青，黑的比较不怕烫。其实香气已经帅，很喷呢。香气其实是够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。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腌制好的这个鸡腿排，这个时候油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待会这个鸡皮面啊会先炒一下。哦，鸡皮包。对，所以鸡皮炒下。鸡皮先腌。哦。它香味整个出来。鸡皮炒下有没有什么道理呢？哦，有，因为它要让它脆化，皮脂要出来，油脂也要跟着出来。对，要恰起。对，然后你让它，因为它需要时间去让它有点像炸它的样子。嗯。对，鸡皮要先下，然后你不要急着翻面。对。对，你要等它表面脆化之后再翻面。对，不要急着动它。哎，老婆，你这边沾到东西啊？沾，然后沾到美丽，沾到美丽，烦呢，快受不了了。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吗？哦，对啊，平常他在厨房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想要在他旁边，因为他会杂念，他会想说这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样。比如说我这样怎么刀，他叫我什么滚边切，是不是？滚刀，滚刀切，不是叫你滚边切，旁边滚边切，他内心是叫你滚边。滚这样子切，对。然后他看了就说：“好啦，你不要做了，你不要做了。”还有你没有误解成滚到旁边去切，对，不要在我面前切。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样，哎，有，好像不是哦。听说有时候婆婆在旁边的时候，你们就变得很有默契了。啊，当然，网友婆婆旁边，我们要必须表现说我很爱她的儿子。哎呦，对。然后我老公稍微一个眼神，我说啊，这个叫这个，嗯，对。哎，我们弄的好像是手术台，没错，他是主，对，他是那个缝合主治医师，光交给你收，那个时候你用讲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他有什么调味料，他需要什么配料了，平常的时候都不想要看。喜欢我们这集的内容吗？现在要做的就是按赞、订阅、加上小铃铛，跟着我们一起，快点。